待会要出发，我们要展开两天一夜的毕业成长营。每次办这活动回来以后，我们都觉得对于我们孩子来讲收获是很大的。举办这样子的毕业成长营，除了希望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体验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跟大家一起相处，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让孩子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有两个活动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一个是国宴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活动，那甚至连老师啊都未必有这么就是传统这么正式出席一个宴会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对呼的比赛。我甚至印象很深刻的是班上有一位小朋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还要包尿布，那不过他为了这次的活动，因为要过夜，所以他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要练习不要包尿布睡觉。机会呢让他们觉出给他们一个责任感，说自己长大了，有很多事情可以自理，应该要自己学着去做。因为家长要让孩子放手交给我们，然后一定要有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孩子，还有信任的机构，那这个责任呢，由我们来担，可以由谁来担呢？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压力一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要在外面过夜，然后要负担的责任是很大的。不过，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跟孩子们一起出去玩。那担心是多少也会有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他自己愿意去，那我觉得父母这是父母觉得放手的一个机会。可是我觉得我跟孩子们的感情更加的更好了，对，然后就是也更舍不得他们就是要毕业了。在凯斯幼稚园这个两年的生活的一个总的一个回忆，大家跟小朋友相处的结束，然后又是他们迈向小学另外一个成长的开始。我觉得毕业成长营给孩子在生活上的意义是孩子学习更多，而且更独立。所以，我想这个会是我们会持续努力的，在每一届的这样的一个的毕业成长营，我们能够给孩子们一些这样子的体验的机会。去年办了以后，我们觉得对于孩子而言，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今年呢，我们也在5月20号、21号这两天，我们即将。再来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就是一直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真的很棒，真的很值得要去体验一下。我很支持这样的活动，我相信孩子们会非常的期待。